哎，季先生。哎，我是。哎，你好哈，我是慈济的志工，我辅具平台，我们已经到了。做辅具只需要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、三十分钟这样子的一个运送，就像师父说的，滴水成河啊，粒米成箩，一点点时间的付出，在时间的长河里面来讲的话，就能成就菩提。我们来就好了。哎呀哎呀，你这样这么重，没有你很好，拍得很好。人生八苦，病苦最苦，解决病人的苦就是慈济志工基本的一个要求之一，这是一个责任，也是一个使命。那个大哥，我们先把病人推过来。哦，妈妈已经急着要回家了哈。谢谢啊。哎，刹车帮我刹起来，没有危险。哎呦，没关系，慢慢慢慢的哈，坐久啊哈，一开始站起来，会小夸脚补补嘿，对。来，这个给我，病人交给你。嘿，早。急诊室，急诊室，急诊室，你顺着这个灰阶走过去，信义的对面。警卫保全呢，所有工作当中最基层、最下层的那种工作，一开始的时候我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接受。走，小心哦。这个绝大部分是因为我的个性哈，我不服软了。走。我也比较崇尚自由，比较不喜欢被人家管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小心。我后来，我并不把保全当成保全，我把每一天在医院里面做保全当成是我在医院里面做志工。有没有 ambu？ 急救设备都没有。这边没有 ambu。好。那床。小心小心，我从后面接过。那本身我比较鸡婆，我们见不得别人不好，看到有病患有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第一个时间想要去帮助他们。那彭一奇，你今天是几点回来？医院快六点多吧。六点多。那今天还好吧？从小来讲的话，我在我们的家族那边是长子长孙，小时候就养成那种很阿爸的那种的心态，然后我说了算，我做了算，什么事情都是我决定的这样的一个个性。小时候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沟通，连看到都会很可怕的一个人。你看到他就代表呆滞大雕啊，在别人眼中他都很像那种黑道老大。最大的改变是他会慢慢的不再讲话这么大声，这么激动。跟他结婚20多年了，还可以忍受吗？不可能。当然是有改变啊，没有改变哪可能。客家人比较大男人主义，所以说在第一次婚姻的时候，也是因为这样的个性，所以说才会失败。那时候还没有念毕业就要工作，我一直就在想说，如果说有这个能力的话，我可不可以多赚一点钱，然后可以解决一些家里的生活。有一句话是说，钱是英雄胆，你有了钱了，你说话就大声了。后来我选择了做酒店，小费都比正职的钱多。我当下觉得说，我就跟我的家人讲说，我可以赚很多钱了，我可以给你们很好的生活了。其实这个才是我步入失败的最大的原因。
一直到现在，我一直想说，为什么我到目前为止还是当一个警卫？为什么一直当着保全？因为我什么都不会。我是在汐止受震，我是921那时候被地震震出来的。很多人问我说：“彭正文，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做辅具？”其实我不是喜欢做辅具，我觉得把一个坏掉的辅具能够修理起来的话，也可以提供给真正需要的人。因为现在的社会大量的制造，就会产生大量的消费。保养来讲呢，因为铁它会生锈，所以说生锈的时候就是要点油啊。这是一般外面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，我们台语叫做擦机油。我的想法就像美国一样啊，那个车库就是工厂。那现在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小东西啊，比如说轮椅啊，或者是一些想要修的一些辅具，不管是可以修得好，或者是不能修得好的东西，我先在我家试试看。OK， 好了。吃素有没有改脾气？我是说实在的，我真的搞不清楚啦。不过素食了之后，想要生气的那个点就会降下来。我个性的改变，真的到了中立之后，我看到了很资深的师姐，他们的身形很柔软，让我觉得说，其实越柔的人，能够让人越有同理心，越能够说服别人。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同样的一句话，用不同的声调、不同的语言的组合，同样可以解决一件事情。这一本就是，其实它是一个记事本，因为整个讯息的量很大，头脑记忆不好了，所以说一定会想一些其他的方法可以去补足这个不足。啊，你要来借轮椅是不是？好，有填那个电子申请表单的吗？还没有。还没有，好。你觉得这样子 OK 吗？然后这边，然后这个刹车在这边。我做协力队长已经九年，我担任桃园辅具的窗口的部分大概四年。这个有法度修理吗？很感恩我有一群不怕忙、不怕烦、不怕累的协力队员。那我曾经跟这些师兄讲，对不起，你们选了一个很鸡婆的人当队长，所以说你们选了我，你们一定要帮我。好，是，好，感恩你，好，家在有你。安尼，这个病床，安尼这个病床都还好，有救，有医。一个人跑得很快，一群人坐得很久，辅具绝对不会是一个人坐，越是霸气的人越坐不起来。慈济近视云有一句话，就是学点头，学摇头，不要学拳头。先低头的人，才会获得大家的支持。在辅具的团队里面来讲的话，永远都是对不起会在前面。尊重师兄，其实别人才会尊重你。怎么拜托师兄？其实这个。就是两个字啊，拜托。多四个人一人一角，啊，咱搬这个囡仔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穿起来当看到爸爸，安尼好不？爱搁较悬小看不？免哈，好，无安尼就好。哦，啊，刷落来就是爱把咱的身体照顾好。我们不是销售员，我们不是送货员，我们是爱这个社区。胸骨无叮当会疼呀。人生八苦里面，病苦最苦。那病苦苦在哪里？苦在无人能替，无人能受。让家属能够自己去
参与，同样的可以感受到父母亲或者是自己的亲人长辈他所受的苦，病人同样的也可以感受到家人的孝顺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这个是每一个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谚语。父母亲都养我们养得很辛苦，我们都做得太少。你要做你要的事情，莫本来负担了你。我让你妈，你看让你吼，我你也做，让你做到痛苦啦。我妈个，我妈。还好另一道，我只想讲到也功德回向本意，让你吼。不用你天天用你身体用润润用什么。妈妈今天的情绪就比较负面，因为她一直发觉她在拖累我们。妈妈记得让她要做辅具就好哈。我要做辅具不是为别人做，是为自己做。其实看到别人其实就等于是看到我自己。能够警惕自己说不可以后退，没有理由后退，这个是我们的责任。